产品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可能它也是有一部分珍贵的一些部分。那而且我觉得70后、80后的我们，应该都有蛮多行业的一些种种的，所以说年轻人不懂他们很担心，应该不会不懂。就像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买过黑胶唱片，没有这种东西，但是我看电影啊，或者是可能我的一些亲戚啊朋友他们也都有听过黑胶唱片，所以我不懂很担心，反而也可以让年纪更小的小朋友知道，其实在我们音乐的历史当中也有这方面的历史，有这个历史，就是多历史，特别是什么历史啊，是小剧跟大剧。当初邀请他们朋友们欣赏他的唱片，那对他这首歌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就好像给我自己人生的现在的这个阶段，让我自己的人生，我就想得起来，我在词汇上就比较顺。那后来就说到死之后，就是你拉到的时候，去看一个几个歌，然后得奖我就很开心了，就大家都非常的开心。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他有好几个例子，真的写了很多人的人生。比方说，那是不是你过来的，你来的，你过去的，然后我们俩有多少人有这个经历，这个经历会帮助我们？在你的人生也到了一定的人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还好吗？一面人生带孩子啊。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这个新的开始哦，就是还蛮有期待的，就是一切还是在很新鲜的阶段，就是在小孩啊，每天都发生新的事情啊，这个 B 面的开始就过得挺充实，就很充实，以前的忙碌又是另外一种味道，所以还要再添一个什么热忱情况，是有够忙。还是有这个计划，但是现在今年我觉得我的家人和老公呢，我的妈妈他们都非常的就是支持我，就是我觉得这些关系就离了20年终于是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，他们也知道我很重视我这一个六面体手这首歌，将要8月份推出的这个专辑，还有年龄演唱会，然后我们已经就是7月份来的欢迎，没想哦，我自己讲的，就他们非常的支持。欢迎呢，然后还没讲到哪吗？你刚刚是讲到哪？我讲了郑伟东。对啊，对，这很重要，一定要讲。对，这广播不影响。还是要讲年底的演唱会，就是会延伸到明年的每一个人，加加酒，所以就他们就是要辛苦一下，帮忙的就是。Thank you.
想到他真的是玩这个。天哪，因为某个途径要说肤色这件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再研究了。因为我有看过他。